看着实在是感觉哈、哦，到底现在的气候是怎么样的呢？这实在是我们人呐、啊，都说人力定能胜天能吗？在这个时刻呢，我们看到了这大自然的威力之大呀，这种气候的大威力啊，这样的极端的变迁呐、啊，实在是人生还要争吗？哎，争什么呀、啊？现在要赶快及时反省啊，要看天下，要如何人与大自然呐、啊，众生啊，都来和平相处，彼此相爱。人类要疼惜大地，要从人类的疼爱众生开始。也看到了莫桑比克、辛巴威气旋呢，很强烈的带给了大风大水。那在这样的水过后啦，已经呢蚊虫丛生啦，还有呢水资源也是有问题，加上呢疟疾，所以现在呢我们在那里呢带领他带着呢当地的志工，他们还是呢很乐观的整顿呐、啊、这个园区以后呢，马上呢准备发放，能来到园区的可以看到他们呢、啊。还是一样很淡定，很有秩序的进来，而且呢发放的时候呢还是呢那样的乐观。他们要发放呢都是很整齐，米本来就要发了，可是他们运到的时候是一包一包整整齐齐，他们说表示尊重，哪怕呢这利落来的被划了，可是呢他们还要动员起来，一包一包米呀、啊、要叠得、哦、很整齐、哦、很紧盯紧、啊、表达出了要付出去那样的诚意，真的是画得这样干崩啊。而且呢他们、啊、要发放的还是带动载歌载舞啊，而且呢最感动的他们是每一次要发放一定要有一个呢敬老尊敬老人，所以年轻人呢、啊、要来帮老人洗脚这样的仪式哦。那在这个时候他们在园区里啊就近的哈、哦、也500多户啦、啊、都是集中在这个地方来接受，而且呢、啊、来互相带动、哦、那在那样的苛难那样的穷困，他们呢也可以互相帮助、哦、那这实在是很感动人的。无法来参加的志工他们扛着米、啊、就来帮助他，这都是穷，彼此都穷，互相的照顾。还有呢，辛巴威同样的水资源问题，还是同样的粮食缺的问题。看看这个果雷菜哈、哦，是金亨罗来呢？那他们到了天未亮，马上呢就准备，因为当地也有志工。所以他们呢就已经先看灾，已经呢规划好了，就是到达就是马上，因为大家人过几啊天啊呢饥饿了好几天，看到他们马上呢在就地呢起这个就九头贴贴的，他们就可以呢就煮果的菜等我、哦、而且看他们吃饭、啊、也吃得呢很开心，这样一整天
供应这样的粮食呢，也有5000多份呢。总而言之啦，这种恶势啦，难堪忍啦，可是他们就是在那样的环境，他们呢就是忍而无忍，已经真自然了啦。但是呢，是很苦，苦中作乐啊，这就是也是很安稳住在那里。碰到了灾难，总是面对，面对了以后，又是呢，又是这样的快乐起来啊！真的是哈、哦，人生啊，那有的人呢是那样的讲究生活，有的人呢是那样的浪费哈、哦，这是很不可思议的。这个世间总是矛盾是那么多了啊，也看到了啊那样的。病啊，这么多年来70多公斤的人变成了瘦成了40几公斤，因为都一直检查不出来啊。我想说奇怪啊，是什么绝症？一直检查不出来，大医院就很大间啊，都不能给你确诊。那最严重就是都躺在床上了，然后下床的时候就是去上厕所了，刚好怀孕要生第二个小朋友。那整个怀孕的过程就是陪她在找医生，然后跑医院，甚至住院，这样子都是陪着她。那时候我们所有的积蓄都是拿去看医生，这样子。那时候还要找到彰化一间什么自费打营养针的、哦，那时候花了10几万。肠子已经切了一段30公分了，然后这种病还找不到病因了、啊、还有一些哦，那个瘘管也产生了，刚好网络上有看到邱医师。一些他有治疗的病例嘛，哦，难道就是相信就是邱医师他有办法？好在有好姻缘呐、啊，那他的爸爸上网看到了我们呢台中邱医师邱建敏主任呐、啊，他曾经治疗过，所以他就是那样的信赖的我们的医师而来啦。我那时候我已经医院找到没有医院了，啊，该检查的也都是都有检查，但是好像都没有给我确诊了。啊，那时候因为已经身体已经受不了了，那时候来看邱医师的诊的时候，也是坐轮椅进来的，还好那个邱医师有当下给我确诊，然后。马上住院治疗，那时候因为我身体已经太虚弱了，所以医生先给我一个礼拜打那个营养针，让我身体强壮一点的时候，然后再开刀治疗。那也因为这样子，我的病情才有控制下来。那天要开刀，那天早上，那天早上就是去查房的时候，那他来拿一盒礼盒要给我，那我就觉得哎，那个开刀前这样子哦不太好吧。然后他说，他跟我讲说，哦，你一定要收这一盒礼盒，这盒礼盒是他女儿的蜜月蛋糕，他女儿刚满月。哦，那时候我看一下那个提到那盒蜜月蛋糕的时候，再转头看看他只剩下40公斤的身材，然后看起来一副病恹，感觉上突然惊觉到说，我是他们家庭最后一线希望，最后一道防线。那瞬间那一盒礼盒变千斤重，那我又跟自己讲说，我就是4个字，勇敢承担。是。勇敢承担，然后勇敢承担之后，就是说，我现在不管是开接下来其他克隆氏症患者，我都是永远都想到那一盒礼盒。那也非常非常谢谢说这些患者跟他们家庭给我的鼓励，那大家共同一起成长，共同一起来承担这个整个过程。看看，已经修复过来了，现在体重已经有80公斤了，哈。这都是呢，曾经呢，生死门走一遭，那受到了大医王的伸手大法，终于回来。这种的啊，真是人生啊，就是这样，这很不可思议。那所以我们呢，要大家要力量合过来，就会造成了呢这种的帮助人的力量。感恩呐、啊，我们的医护呢，在守护生命的磐石，在那个地区，那这医学不断的发达哈，那
医师呢很精进用心呢去研发、哦、去研究，那用他所特有的技术呢去拉拔救他，实在是感恩。所以大家人多用一点心啊，在我们的事业里救法心知、哦、多去探讨多了解、哦、好，时间不够用了，还是要请大家要好好多探讨我们的良能是什么，所以要多用心哦。